今天是大年三十，在这里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现在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农村人的年夜饭。这个是蟹莲鸡，这个是苋菜，我们这个叫大菜。猪蹄，炖猪蹄，苋菜，我们这里叫大菜，家家过年都要吃这个苋菜，这个大菜，发大财，腊肉。新年有余，祝大家